今年5月，萧敬腾跨界在西门町开启了手摇饮店，吸引了不少现场粉丝。而在3个月之内，老萧接连拓展2间分店。萧敬腾时不时出现在新竹光复店以及内湖旗舰店，还会突然在 IG 打卡跟粉丝互动。事业的版图还有原本的干拌面事业也是业绩很夯，副业赚的荷包满满。最近萧敬腾也跟直播平台合作，开启了线上演唱会。萧敬腾一连选唱多首经典歌曲，让粉丝又惊又喜。日前也以飞行导师的身份参加女团选秀节目。最近冠军赛中，萧敬腾还特别点出过去主持过的节目《森林之王》，两位选手曾韵凡跟蝶香，希望他们都能够进入决赛，拿到冠军。记者萧景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